大家好，大家好，中午好。专心的听呢，哎，哪里唱那个比较那个？比较怎样？试试看啊，试试看哈，对啊，多方面的尝试啊，也不错啦哈。因为我觉得女人的歌，男人来尝试哈，你来唱出这首歌，你才知道女人的一生是什么样的感觉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啊，唱得很好呢。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掌声响起，温馨五月情了哈。那你呢，来跟大家打一下招呼。这个月是母亲节的那个，祝大家这个月对不对？对对，祝大家天下母亲，就是所有的母亲健康快乐，美满幸福，美满幸福，谢谢哦，真的范大哥现在越来越会讲话了，太棒了哈。